不是还有茄子吗？茄子也不用了吗？哎，茄子哎，茄子是红酒炖牛肉之后啊。对，等一下，茄子要先上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忘记了，等一下。我一直觉得说，餐厅 service 最重要的是 tempo。如果 tempo 好了，客人不会察觉到你有哪一个环节出纰漏了，或者说，我今天餐好慢，我就开始注意到这个餐厅的细节，然后不满足的地方，这样。去上，去上，你去上，然后帮他们分食这里夹子，这都是什么上、啊？台上上，知道什么？我知道台上上，我想说，你就帮他们分食，先拿过去先上，然后帮他们分食，对。可以去吧，交给你了。又停来上凯撒沙喽，沙拉喽。你先走开，你先给我。你帮我，然后先你出来先。我帮你拿，你介绍好不好？好。啊，火先关起来。好。这个是待会要帮你们上的战斧牛排，谢谢啊。然后我们在里面会先帮你们处理一下，然后比较好吃，比较方便吃，谢谢谢谢。哦，所以这是先看一下而已啊。对，待会就送过来了。我刚刚忘了拍照。前菜来了。你们好。哦，好快哦。这个是凯撒沙拉。哇哦。我来帮大家服务。好，帮大家说一下菜单。哦，你们会帮忙分食是不是？都会帮忙分是那是因为大姐在。哦、OK OK。卡古来，他直接弄了他脸上，丢他的脸。第一次看到又婷这样哎、嗯，他本人是很有气势的、在场上的时候，因为他在场上的时候就很霸气。喜欢餐饮，我也是进来这边我才开始学习。对对对对，哎、欸，透过开店的过程当中哈，让你学会身段柔软。对，看他这样子，我好开心哦、喔，怎么办？对啊，他本业是一个饶舌歌手啊，然后他自己也会帮你加一饶舌歌手啊，你知道我也是地下饶舌之神，你知道？我知道，新天宫的拜太新天宫，新天宫的什么？太空讲清楚。他刚没讲清楚，我以为是地下老鼠。你这是过街老鼠，太贴心了吧？慢慢来，那你以后要常这样。那再给我一点他的生气啊，好。帮您加一下，一点点。可是沙拉酱你又不能单吃哦。对，你们要不要来一点呢、啊？哎，来，不错，谢谢谢谢。哇，这什么南桥肥皂？哎，对，水晶皂，你知道南桥肥皂？你看我讲这个，老师就有共鸣，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的。菜怎么还没有来？你正在对啊，我们的菜怎么有点久？可能正在煮白饭吧。这就是一份吗？一份对一份，所有人一起吃？没有，还有。在弄，在处理了。那个准备要下面包了。下面包，沙拉吃完，还有红酒炖牛肉啊，红酒炖牛肉面包。来了，帮你们上老屋战斧牛排。我以为你帮我上白饭，这个是你的。哎，猪肉是我的。对不起，那个，对不起。I'm so sorry。哎，我们这个可以沾什么酱吗？还是这个我们只有提供黑胡椒、海盐而已。哦，好好。因为它本身肉质就很好了，是战斧牛排。好，对啊，请试看。谢谢。